这母鸡估计要生蛋了。没事。别打扰它，不要打扰它。我们人在这，估计不敢生。你到底生不生蛋啊？啊？你生宰了。不生，我真的把你宰了啊！喂喂，老表。 你这个狗是在闻骚吗？你估计你跑几遍洗澡了哈？开玩笑，我天天洗，好不好？你身上有狗味。我每天都要洗半个小时的澡。要屁股多好，你怕晒睡觉？哎呀，口水，你看见没有？屁屁是一条好狗，我承认，但是有一点我不喜欢，它那个两边的口水呀，蹭蹭蹭蹭到你裤子上面、衣服上面，那这什么关系呢？口水，我最讨厌。改天我们三个人睡一张床呗。 那你跟他睡吧，又下雨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他呀，打一个电话，为了不让我听到，宁愿冒着雨啊去那边打。这个雨下的这么大，他说啊不方便让我听到。 搞不好是跟哪个女主播在打电话哈，怕我告诉土豆妹，百分之百。那这么大的雨，他为了不让我听到，跑到那边去淋雨打电话，我真服了他。等我过来，我要说他，这是对我的不信任啊，不能这样。等我要跟他促膝长谈一下啊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大家看看啊，这么大的雨。 老表，你怎么打一个电话都躲着我啊？哪躲着你啊？你利用猫雨走到那边去，下那么大的雨，现在停了。这鸡呀，吵死了。那边没鸡吗？那边鸡棚就在那边，鸡还多一点。你要这样讲，别人打电话隐私知道不？你要注重别人隐私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被听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就像以前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像以前我们在外面上班的时候，你经常这样，可以，我理解，我知道了啊。那个三五三五没事干啊。嗯嗯。走了。啊，去吧，去吧啊，明天见，拜拜。约会啊？嗯，拜拜。我老婆啊，又帮我卖了几只鸡啊，以后大家找我们买鸡啊，不要找我们老婆哈，这样不好，
了。有女同学啊，女主播啊，女粉丝啊，一个电话就把她搞走了。哎，皮皮想吃鸡吧？那皮皮不吃鸡的。动不动啊？哎，站起，站起，站起！站起住！太轻了。抓八只。你过来。来。来。我看鸡这么准，你不行快走你。丢不了。这个可以。这个重，这个好重，这个真的好重。皮皮，帮我抓鸡好不好？你不要搞他抓鸡，走开皮皮，走开皮皮。几只了？四只。嗯，五只。五只呢？差点跑了。他傻子，人家不唱歌。你这好像。七只，八只，快干了点。今天我又是替补是吧？嗯。原配走了，我每次都是替补的。没有。还没有。回家。